其实我早就喜欢你。像这种装满贵重物品的地方，一定会有布防的。你快看，我就说吧。这太亮了，那么高调，万一被发现了。这个浮光只有咱俩能看见，旁人看起来还是漆黑一团的，啊！去哪儿？分头找啊！跟紧了，别离开我视线。你不是嫌弃我吗？有了，这是陆江买的货。他怎么买的不是成箱，而是买箱的配料？我觉得他想掩饰，他想掩饰真正想要的那位箱。他想要的东西一定就藏在这些里面。这里面最奇怪的是这一位，九色鹿妖的鹿茸，还有东海金妖血。啊，那我们快找啊！这么多，怎么带得回去？要不全带走吧，带给柳大哥看看。为什么是带给他看？因为柳大哥游历得多，见多识广，他应该比较有经验吧。什么？你又不爽了？没有。哎，当心！是你撞着我的。我。那我去那边弄好了。回来。干什么？你有话就说呀。淼淼，对不起，之前是我不对，我说的那些嫌弃你的话其实都是口是心非。你是我觉得天底下最漂亮最聪明的女孩子啊。你怎么突然这样说啊？哎呀，既然你都道歉了，那我就原谅你好了。真是还怪肉麻的。淼淼，其实我早就喜欢上磨蹭蹭愣着干嘛？赶紧收拾完礼。姐，赶紧出去吧。子清，你等等。你干什么？又手要脚了？我没有。子琪，其实我想跟你说，之前是我不对，是我态度不好。在我心里，你比柳大哥优秀多了。不敢当，没有别人成熟稳重，没有别人见多识广吗？你千万不要这么说，之前我说的那些都是气话，故意气你的。
子期，你知道我刚才在妖香幻觉里看到什么吗？什么？其实我早就喜欢你。血香，净魂淬灵，至纯剑心，功能是让人看见心里最渴望的事情发生。你们俩刚才看见什么了？没什么，什么也没看见。哦，快离吧！你再问，我就把你卖给这家黑店。你